现在新的场景呢又出现了，咱们上网的时候也发现了哈，有些时候呢我可以对设计进行一个批量的删除，见过吧？我这边呢也有一个复眼框，对不对？我这有个复眼框，我来画个图啊，这复眼框是不是啊？复眼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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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户呢是不是可以在这画勾啊？是不是啊？对号，对号，对号，最后有一个什么？有个删除按钮，酒店在这有个删除啊。是不是啊？那么像这种批量删除该如何实现呢？对不对？批量删除该如何实现呢？大家想想看，咱们这个 master list 的输入参数是不是只能有一个？但我进行批量删除的话，是不是代表着这多条记录的 ID 都需要传过去啊？对吧？那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个数组啊？可以吧？或者是一个 list 的，行不行啊？都行是吧？现在你们开发这一个啊，怎么用开发呢？首先是不是得有 service 啊？因为 service 叫 DU 嘛，对不对？在这个 Atom Service 里面定一个方法啊，来 public 删除一部分为什么说没有啊？啊，来叫 delete Atoms 就可以了啊。这里呢是不是要传参啊？传什么？传一个对象好呢，还是传一个集合进去呢？对吧？这里呢是一个概念了啊，咱们呢先传一个对象进来，然后呢从这个对象当中呢再取这一个集合去，是不是啊？如果你直接存一个集合过来的话呢，那集合当中每一个元素我能知道是哪一个吗？说不知道啊，对不对？怎么办呢？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 VO 啊，需要一个 VO， 咱们呢来建一个 VO 吧。你有一个什么 package，360.mybadges.vo 啊，什么叫 vo 呢？ vo 呢是指展示层的数据，这个 vo 当中的这些实体类啊，它主要用于数据封装的，包括这些产品条件啊，可以封到一个 vo 当中去啊，可以吧？包括呢我数据当中的数据呢，我可以做一些处理啊，然后再封到 vo 当中去，它将 VO 扔给这个 GSP， 可以吧？啊，它主要用于展示层哈。这个 VO 当中的 PO、GO 啊，实体类啊，它和数据库呢是没有丝毫意识关系的。你听懂啥意思吧？你爱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啊，这叫 VO 啊。然后咱们干嘛呢？定义一个 VO 啊，也叫 Atoms VO 吧，可以吧？认识一下啊。然后呢？我给这个 VO 呢定义一个什么 private list rectangle 叫 IDS， 这个 VO 都建好了啊，来开始写了，这就需要传一个 VO 啊，来 Atoms VO， 哎 VO 导一下，下面是不是需要写它的实现类啊？就直接报错了啊，对的啊，来 add 一下，它需要调谁？调 DU 啊， DU 怎么办？申命方法呗，来 copy 一下，再定一个方法，方法定义好了啊。下面你需要干嘛了？下面就写什么四口语句了，是不是？来，既然删除的话，需要使用什么标签？就底这个标签啊。就是它，参数类型的。大家看看，
这里能使用别名吗？能不能使用？是不是不能使用啊？因为我之前配的时候是没有配这个别名扫描器，那仔细看一看，要知道这个原理啊。我这时候只配的 model 下面扫啊，别名啊，知道怎么回事啊？那我就不写呗，我写全称行不行？行，来 C N 点 N D U 360点 my values 点 view 点 atoms view。写完之后按 Ctrl 键看看，是有链接啊，没写错啊。下面来这就思考语句了啊。Delete from 哪张表 ？Atom 这张表。后面怎么办？是不是我要条件啊？是什么？我要标签。是不是啊？我要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我要 ID 硬啊？是不是啊？ID 的一个范围之内，是不是啊？那问题出现了，我这个预想思维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我先给你写一个模拟的啊 ，ID 味精，这里面是逗号，逗号，逗号，逗个 ID 啊，可能是若干个，是不是啊？那这里需要怎么办啊？大家想想看，咱们这一个参数，对不对？是一个对象，对吧？咱们想要的数据呢，在这个对象当中的属性当中，这个属性是不是一个 list 啊？那个这边是不是一个集合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需要写循环啊？对吧？循环怎么写？来看看，是不是 for each 写循环啊？对吧？来看看 ，collect 什么意思？是集合啊？集合是谁？集合是不是 RDS 这一个属性啊？是不是它？对不对？再看 ，open 什么意思啊？就代表你这一个循环的时候开始是啥？开始是不是啊 ？ID 英冒号啊，不是括号啊？听懂啥意思没有？不是呢。Delete from atoms where ID 英，咱看是不是叫 ID 啊？是叫 atom 下方向 ID 是不是啊？写错了啊！来，什么 atoms 来 atoms 下方向 ID 英是不是啊？接着加，再怎么加啥？来，还有别的属性，大家看啊 ，close 什么意思啊？你什么结束啊？是不是以反括号结束啊？对不对 ？Atom 什么意思啊 ？Atom 代表在循环过程当中那一个元素的变量名叫啥？它第一个名字呢？这个元素呢，我就叫 ID， 可以吗？想想看，有起始了啊。有结束了，那中间是啥？中间是啥？你告诉我，中间是不是直接取谁啊？取 ID 啊？那问题了，那中间之内是不是有需要分割符啊？对吧？这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属性，最后一个属性叫什么？叫 separate 什么 ？separate 叫分割符是什么东西啊？什么逗号啊？但是呢？这个思维语句呢就拼完了啊，就挺特别的。怎么去理解它呢？很好理解。Delete from atoms where， 紧接着是找谁啊？找 open 嘛，就进入循环了。循环是不是有起始啊？在第一次循环之前需要做哪些活 ？open atom id 一括号，是不是啊？后面怎么办？是不是该循环体了啊 ？ID 再跟谁啊？分割符，对吧？再跟循环体，再跟分割符，再跟循环体，再跟分割符，最后以谁结尾啊？以 close 结尾，大家理解了吧？写就好了啊。咱们这一个就写完了啊。现在怎么办？让 service 来调谁啊？调 DU 啊。
啊，这不要 retail 了啊，直接代理点，这都建好了啊。现在干嘛呢？来写测试内就行了啊。我这就注掉了啊。需要怎么办？是需要条件啊！来 ，Artemis view 等于view 等于 new 什么 ？Artemis view 这 view 是不是有了啊？这个 view 里面是需要一个 list 的，比如 RDS 啊，怎么办呢？你先创建一个呗 ，list 的来，以 tangle。等于 new 是 array list 啊，等一下啊，这个 list 是不是需要元素啊？来 list 点 add， 咱们就加两条行不行？就宝马和谁？华为吧，四九可以吧 ？list 点 add 啊，RDS 点。A 的四，是九，这怎么办？是不是将这一个 RDS 给谁？给 VO 啊？来 VO， 哎，这么哎 ，VO 点 set RDS 啊，这就不好了啊！现在需要谁了？需要 service 了吧？来，这是不是有线程的？哎，线程最好了啊 ，copy 就好了。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咱们是不是有个问题啊？我找人说一说啊。那个 DU 在哪？哎，在 service 里面啊。我找人说一说啊，李国强，你来看一看，咱们这里这样写行吗？是不是少一个东西啊？咱们是不是进行删除啊？删除是不是少东西啊？少什么？提交什么东西啊？这个提交事务啊。我昨天是不是讲了啊？关于字幕删改的操作呢，一定得手动提交事务。你不手动提交的话呢，数据会是不是没有变化的？对吧？少一个东西啊，来 ，CSN 点什么？点 commit 啊。其实最好呢是干嘛？关闭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程序是不是运行完直接就运行都关掉了，所以无所谓了，对不对？知道就好了啊。Close。然后呢，再回到咱们这个测试类啊，怎么办？调一下吧 ，Artemis service 点什么？点 delete Artemis 把 VU 传进去，这样是不是可以了？现在咱们运行一下啊。哎，报错了，看看，没关系，看报什么错？这是不是 server 错了？delete from Artemis via， 是多少个 via 啊？啊，由此可见什么？咱们回到这哪里去啊？这里来啊？啊，是不是这里啊？我之前是为了给你写模，你是忘了删了是吧？忘了删了啊，多了个 via 啊。大家看挺细的啊。哟，怎么还有错？没关系，看看。啊。你看看 ，count delete or update a parent rule 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外键关系造成的？啊，因为我这张表是不是建了外键了？那怎么办呢？我把外键给消掉不就行了吗？因为咱们现在还没讲别的呢，是不是？
因为有别的表外界指向这张表了，这张表就是副表了啊，它不容易删，报的错啊，这没关系啊。咱们呢再来运行一下啊，因为咱还没有加这一个订单的逻辑呢，是吧？没加的啊，是不是删掉了？ update 什么 to 两条吗？大家看搜狗语音拼声没问题啊， where 阿姆 ID 一是不是啊？没问题啊。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库，阿姆这张表 ID 四和九是不是删掉了？删掉了吧啊。咱们这一个模拟批量生成的案例呢就讲完了啊，讲完了。